养生保命集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养生是一门学问，养生二字的含义就是养生保命。养生学在古代的东周开始，至今似有2000多年历史。荷兰学者高罗佩曾经赞叹说，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从总体上说是健康正常的。养生又称为养肾，因为中医学认为肾藏精，是维持正常性功能的脏器，肾在生命中有重要地位，而房事过度是会伤害肾脏的。所以生活放荡，贪食者伤脾伤气，贪色者伤肾伤精血，其害无穷。男女青年到了适婚年龄，正式结为夫妻，适度的对身体是健康的，放纵欲求，对欲求不予控制，则势必伤害身体。一、结婚的年龄不宜太早，一定要身体发育成熟之后才可以结婚。养生专家都反对过早开始性生活，认为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气，女子破阴太早则伤其血脉。在身体生长发育到阴阳充实之后才开始性生活，这样不仅对自身健康有好处，对儿女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男子30而婚，女子20而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男子过早结婚，虽然生殖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但是整个身体上较幼稚，阴精尚未充实，容易出现香火妄动。年轻人自控能力差，易出现房事过度，阴虚精亏，有损健康。如果等到年龄30左右，自控能力增强，思考问题较全面，有了婚后的责任感，就不至于肆意纵欲，阴精自保，为健康长寿打下基础。晚婚对优生优育有很大好处，关系到儿女的健康身体和智商。对于早婚妇女患病，较晚婚妇女生病难治。所以晚婚是养生的关键。二、酒后不宜房事。酒性太热，能煽动欲火，促使性欲亢进。而性生活又要消耗大量体力和精微物质。酒后行房，酒和色双耗精血，犹如漏锅成汤遭猛火，必然伤害身体。男女任何一方酒后精神亢奋，性欲亢进，常会对另一方有过分的性要求，甚至动作粗暴，伤害另一方的感情。三、七情太过不宜房事，住、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明朝名医宫廷贤说，愤怒中进行房事，精虚气结，八位丁居，恐惧中行房事，阴阳偏虚，自汗到汗，积而成劳，都是说明情志不畅，七情太过时，体内气血运行处于逆乱或壅滞状态，精气闭塞，性反应机能无法循序发展。如果这时行房，则加重了气血逆乱或壅滞，耗伤精气，同时会使对方产生强烈的反感，造成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双重创伤，
容易导致性欲低下、性冷淡等性功能障碍。四、饱食后不宜房事。饱食后血液较多的集中在胃肠，大脑主要精力都放在消化方面。同时饱食后立即行房，全身紧张活动，大脑精力分散，必然影响消化，而且影响下一代的健康。而空腹行房，大伤元气。五、疲劳时不宜房事。疲劳包括体力和精神两方面。疲劳过度而强行房事则精耗，精耗则肾伤，肾伤则髓气内枯，腰痛不能俯仰。特别是新婚久别、远道探亲者，不待体力恢复就行房，危害更大。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者病，走百里后行房必死。清晨四时之后，身中阳气出生，不宜行房，有损气血，一次当百次。行房后勿及挥扇及饮冷冻饮料，若过度受凉，伤害身体。行百里，房事者死。清朝末年，有一位青年与同窗好友进城应考，二人皆新婚不久，在城里住宿了几天，考期尚未结束，难耐寂寞，便与好友相约于当日考试下堂之后，结伴回乡下，步行百余里，约三十多公里，至晚上九时后抵家门。父亲见儿子突然回来，知道儿子所为何事，于是故意怒斥，一定是在城里惹是生非，才连夜赶回家来避祸，明天再以家法处罚。父亲命家人将他双手反绑，关在仓库，从外锁上。第二天，父亲叫平日晚起，放出儿子，一言不发，也未加责罚。这位青年兴匆匆地回来，一进门父亲就来了这一招，觉得又冤枉又畏惧，不过抚心自问，的确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连夜赶回家的。平日父亲治家严谨，此刻虽被放出，也不敢多加探寻或解释，但是内心始终不明白父亲的心意。当他到好友家催促进城时，才知道好友已死，入内见状，顿时恍然大悟，父亲故意冤枉他，把他关在仓库，迟迟释放，原来都是爱子深切，又不便明说，彼此尴尬，不得已才这么做，实在用心良苦。运动乃为健身延寿，但切记在运动前后必须节制男女炽燃之欲火，戒之慎之。六、恶劣环境不宜房事。人的性生理和居住的环境有密切关系，例如在佛寺、墓旁、厨房、厕所，在雷雨交加或酷暑严寒等恶劣的环境下，往往心情抑郁，情志不舒，容易导致性功能障碍。七、新婚的房事养生。青年人结婚后，有些人自恃精力旺盛，房事生活频繁，久之必耗伤肾精，有损健康。特别是新婚期间，由于办喜事的过度疲劳，房事后不等体力恢复又重复房事，心脏兴奋，心脏的负荷过大，容易发生虚脱。据日本资料统计，突然死亡的人有 0.6% 是发生在性生活中。
放纵性欲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身体的免疫防御功能减退，抵抗力下降，新陈代谢失常，疾病增加，缩短寿命。八、中年房事养生。人步入中年后，虽然精力充沛，但是肾脏的精气似日渐衰弱，所以40岁以上的男子更应该节制。中年人肩负家庭重担，工作繁忙，平时要注意劳逸平衡，避免过度疲劳，处理好家庭、社会事务和人际关系，使自己保持心情舒畅，精神饱满，气血流畅。在情绪波动、情志异常、体力疲劳时避免房事。九、老年房事养生。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而且年壮之时已透支精力，脏腑功能明显衰退，生殖器官和性机能逐渐退化，肾精渐亏，肾气衰弱，常伴有慢性疾病，所以房事应根据身体情况而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清心寡欲，情绪舒畅，心情开朗，早睡早起，散步，种花，养鸟，书画，下棋，生活丰富多彩，保持良好的心情，保持夫妻间的恩爱，可以延缓衰老。年老人可以将性欲转移其他运动健身。老年人常出现肾虚症状，如腰酸背痛、头昏目眩、健忘失眠、疲倦乏力，可以请教中医师服用抗衰老和补肾益精的中药，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使用。十、妇女三期房事养生。妇女在月经、怀孕、产妇期间应特别注意房事养生，否则后患无穷。一、月经期间房事易患妇科病，加重盆腔充血、经期延长、经血量增加，加重月经期不适，影响性功能和性欲，而且导致不孕。二、怀孕期妇女的气血大都用来供养胎儿，身体其他部分气血相对不足，邪气容易乘虚而入。怀孕期行房容易损伤胎儿，影响胎儿正常发育。三、产妇期的生殖器官和身体健康状况均未恢复正常，加上哺乳婴儿，体力消耗大，睡眠减少，产妇体质较弱，这时行房很容易产生败血症，如果不及时医治，可以危及生命。所以产妇应该尽量避免性生活。十一、春夏秋冬养生。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仅影响自然界的植物，而且影响人的房事。人的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和自然界一样有四季的变化，而且受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人应该根据四季的变迁来调节自己的房事，以适应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规律。春天，万物复苏，自然界充满生机，欣欣向荣，各种生物都处于生长繁殖的季节。在这百花齐放、鸟语花香的时节，人的生殖机能、内分泌机能也相对旺盛，性欲相对高涨。春天赋予人生发之气，适当的性生活有助人体气血调畅，是健康的。必须注意，过分频密势必损伤身体。羚羊在春季有的过分交配，
导致双脚不能举步，成为五湿的食物。夏季生物茂盛，花开结果。由于天气炎热，人体气血运行加速，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处于高消耗的状态。人应与其相应，保持心情愉快，情绪舒畅，避免过分激动，房事应适当减少。如果这时过度房事，无疑增加能量消耗，损伤阳气，不利于身体健康。热带地区长夏无冬，平均气温30度以上，人的寿命比温带、寒带的区短得多，可以说明夏季房事过多有损健康。秋季天高气爽，秋风尽急，万物肃杀。这时期减少房事，以保精护神，蓄养精气。冬季天气寒冷，冰封雪飘，万物闭藏，虫蛇冬眠，养精蓄锐，以待来年春天生长发育。人也不例外，冬季气温较低，人的新陈代谢也随之降低，与此相应，适当节制房事，以保养肾阳之气，使精气内守，避免耗伤精血。所以如果能够根据季节不同适当调整房事，对防止性功能障碍，保证身体健康有一定帮助。十二，保养肾脏。中医认为肾脏是和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脏器，肾脏强则性能力强，肾脏弱则性能力差。同时性行为也是最容易造成肾脏损伤的行为，性生活过度频繁，首先受损害的是肾脏，而肾又是全身健康关系最为重要的器官。肾脏的职能是脏经，五脏六腑的精气皆源于肾，肾脏一旦亏损，则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受到影响，致使百病丛生。人们可以随时发现到，如果是纵欲无度的人，面色晦暗无光泽，肌肉松弛，头发干枯，双目无神，腰肢酸痛，双足乏力，下怕热，冬畏寒，精神疲乏，小便频数等等未老先衰的症状，这些都是肾脏受损的缘故。所以自古以来，中医十分重视保养肾脏，而保养肾脏首要的是注重房事的种种戒忌。除前述结婚不宜太早，房事不宜过度频繁等等之外，还要注意下列三点。第一点，心要正，忌意淫。耳听色情歌词，目视色情影带，胡思乱想，淫念不绝，日思夜想，经常如此，受害必大。对于未婚青年而言，由于愿望得不到满足，以致心烦失眠，遗精早泄，精神萎靡，甚至头晕耳鸣，腰肢酸痛，心悸健忘等等。对于已婚者来说，由于淫念太多，必致房事过度，损伤肾元，造成面色晦暗，腰膝酸软，头晕眼花，遗精阳痿等诸症丛生。现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开放的影响，报刊、杂志、电影、录影带的内容充斥着性引诱、性挑逗，必须加强文化修养，确立健康的性观念，严肃的态度，正心养性，课余或者业余的时间参加体育运动，习字练琴，种花养鱼，
参加探访孤儿院、老人院等公益活动，提高个人的情操，置身于高雅的文化艺术生活之中，绝不踏足色情场所，绝不看色情书刊、影带。第二点，严禁手淫。手淫者往往是喜欢听色情歌、看色情影带，胡思乱想，淫念纷纷，造成性欲冲动频频。欲火躁动时，则以手淫解欲，求得片刻快感。染上手淫习惯之后，往往次数日益增多，欲罢不能，难以自制。当出现不良后果之后，又惶恐不安，精神萎靡，失眠，头痛，头晕，心悸，腰酸，肢软，阳痿等等病症接踵而至，严重的影响学习和工作。第三点，食欲、性欲是人的两大生理欲望。食欲促使人去觅取食物，保证身体的生存。性欲促使人去寻找性伴侣，延续种族的永存。婚姻嫁娶、生儿育女，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活问题，不只是关系个人的健康长寿，更关系到家庭、后代和社会的繁荣、祥和安宁等等深远的意义，必须认真对待和重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最好，也是每个人对家庭、社会尽职和贡献。戒贪色小故事。宋朝的包弘期，官拜朝廷秘史，年高88岁，耳目聪明，满面红光，皮肤润泽，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当时宰相贾似道非常仰慕包弘期身体如此强健，于是向包弘期请教养生之术。包弘期说，我有一服养生药丸，乃是不传之秘方。贾似道再三要求其公开秘方以益众生，包弘期见贾似道真诚恳切，才微笑回答说，幸亏是我吃了50多年的养生毒睡药丸。令满座百官闻之捧腹大笑不已，真正醒悟到要强健长寿，清心寡欲乃人生养生唯一秘方，胜于皇帝的任何御制补品。养气，少思虑以养心气，寡色欲以养肾气，常运动以养骨气，戒嗔怒以养肝气，饱滋味以养胃气，省言语以养神气，多读书以养胆气，顺时令以养元气。贪色泛淫者12种祸害。面对如花之貌，当存若姐若妹之心。为防者以防失足，曾行者及早回头。福善祸淫，报应之果宛若影随。见他人妻女生的美貌，便起了奸邪的私心，这个念头一起，虽然没有实事，也难逃鬼神的责罚。只因一切恶事都从邪淫起，不知道厉害，做此种罪孽，导致种种祸害，归纳如下，以止醒迷途。一、害天伦。天地间男婚女嫁，纳之以礼，乃天定的伦理。淫乱不仅违背了人情义理，而且破坏人伦道德，沦为衣冠禽兽。注：人伦，人与人的正常关系。二、害人节，女性生命中最珍贵的是贞操。为了一时的欲念而毁了他的贞洁，其罪莫大。
请设想，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女儿、姐妹被人引辱，内心有何感想？三、害名声，任你再机密，终会被人知道，一旦臭名远播，受人耻笑，有辱亲戚朋友。四、害门风，羞辱他的父母、公婆、丈夫、兄弟姐妹，败坏他的家风，令他一家大小没脸见人，痛恨入心入骨，等于杀他三代。五、害性命，臭名远传，妇女因受辱致死，或他的丈夫愤恨而死，或丈夫杀妻子，或妇人杀亲夫，或丈夫杀奸夫，或奸人被众人公诛等等悲剧，如此仅为一时的欢乐而闹出人命，终身受良心的责备或受法律的制裁。六、害风俗，社会上有这种廉耻丧尽人面兽心的人，无知青少年以此作为榜样，助长淫乱歪风，误人子弟，破坏社会安宁。以上六害是害人。七、害心术，一念一生，种种恶念都生，如患妄心、贪恋心、妒忌心纠缠不停，心意邪恶之罪最重。八、害阴德，上天在冥冥中有安定人的道理，以良善的本性做人的根本。如果作乱了常道，败德丧行，伤天理，灭良心的事，阴德毁灭殆尽，便要堕入地狱，畜生的恶道受苦。九、害名利，感应篇说，上天有专门鉴察人间善恶的三台星与北斗星，而人自身有三尸神及灶神，都在随身察人的过错。人在夜深人静或暗室做坏事，上天那有不知道的理由。所以说，因好色欲而名必败，因好色欲而利必丧。十、害寿命，鬼神消夺人的寿命，有以犯淫恶的最为明显，何况欲火焚烧，精神竭尽，骨髓干枯，必受劳病死，或生恶疮、病毒死、精竭死等等恶报，所以好色者不得好死，早年夭折。十一、害祖先，祖先相传的血脉因此而断绝，自己一生福分被消尽，败坏了家身，绝了祭祀。十二、害妻女，妻子被人淫乱，是因自己乱人妻女的结果，把妻子去还债，女儿去当娼妓等报应。这不但在书上能看到，在现实社会里随处可以见到淫乱的速报恶果。这六害是害自己。以上共十二害，都可以从格言里见往之来，更兼亲眼目睹，希望我们认清祸患的来源，警惕自律自爱，免受色情迷昧而失去理智。星号流通善书效用。一、祈福流通，求名、求利、求子、求寿者，如能随力应施，所愿必遂。若因亲人病齐全，许愿应施善书者，果有诚心，灵应更捷。二、忏罪流通，人生在世，谁能无过？但是上天不加罪于肯悔过之人，须及早真诚忏悔，以流通善书来劝诫世人，其罪自消。三、吉庆流通，每逢喜事、生日之贺礼，以善书作为礼品，其意义价值更为珍贵，功德无量。古语云，伤人以恶言，甚于利剑。
赠人以良言，胜过金银。普愿世人以赠善书为时尚，庶可移风易俗。四赞叹流通，富者以金银为师，贫者以语言为师。倘逢亲友宴会，邻里聚谈，以引善书中好人好事，赞扬叹美，扶持正气。五劝读流通，读善书的善报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故劝人读善书的功德甚大。如孩子诵二十四孝经，能增智慧，易福寿，利厌不爽，愚可类推。六书法流通，善于书法者，凡欲求书法文字者，必选劝世警句而写之，时事敦己品而正人心，功德至具。七印刷流通，淫词艳曲，伤风败俗，必须付之一炬。而印赠善书，公之天下，使举世见人行义，受益者数以千万计，乃是行一善如同行千万善，因此印赠善书乃是最佳的善举。编后语：世人受七情六欲所困缚，沉沦苦海，朝朝暮暮无法自拔，有赖善书以启发心灵，走出迷惘。若能推广流通，由城市到乡村，由香港到海外，维持世道，挽回人心，扶持正气，功德之广大，实是无法衡量。若捐资助印者，开通法桥，弘扬中华文化，广施宝法，普度有缘，其心量广大，实不可思议，故其功德之广大亦不可思议。养生保命集戒淫一书，由香港中华道德学会于2002年2月19日重新编印劝世，凡需要者皆可免费索取。然为保持本书长久印赠，有赖社会擅长人翁贤达之士捐资助印。养生保命集第一章，何谓肾亏何成因？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第一章，何谓肾亏何成因？肾亏是中医特有的名词，简单的说就是肾脏亏损，包括性器官功能和肾神经系统。常言的补肾就是恢复生殖器官的功能，增强性神经的活动能力，以促进新陈代谢，使肾脏功能正常。肾脏是五脏心肝脾肺肾之一，肾是先天之本，五脏之根，生命之门，主藏精，精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是生命的原动力，极为重要，应该善加保养。肾脏健康的人，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精力旺盛，头发乌黑发亮，双目炯炯有神，步伐稳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无论学习办事处处得心应手，生活充满乐趣，受人尊敬称羡。肾脏亏损的人，面色灰暗，双目无神，口干气喘，耳鸣眼花，头昏脑胀，腰酸背痛，双膝乏力，神经衰弱，失眠善忘，夜间小便频繁，日间昏昏欲睡，做事力不从心，百病丛生，若不及时治疗，等到病入膏肓，不但失去人生乐趣，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给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
肾亏的成因很多，请例举下列几种。一、手淫，原因危害，消除手淫的方法。所谓手淫，是指用自己的手或其他物品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官，以得到射精快感的一种不良习惯。青少年情窦初开的时候，随着性器官和性意识的日趋成熟，性欲便产生，手淫现象也就有可能产生。开始常常是无意中或因好奇心触摸了生殖器官，当发觉有兴奋感后射精，沉沦于这种性刺激，久而久之上了瘾，养成了习惯而难以摆脱。造成手淫的原因，青少年开始发育后，出于对阴茎勃起的好奇心而经常抚弄所致，裤太紧或睡觉时阴茎受刺激而引起手淫。阴茎包皮过长或阴茎包皮炎症刺激阴茎而引起手淫。看色情书刊影带产生性冲动，不能控制自己而诱发手淫。手淫的危害，长期手淫不仅影响身心健康、学习、工作，而且对未来的性生活带来不少麻烦。频繁手淫会使大脑经常处于兴奋状态，容易导致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功能失调，以及皮层下中枢神经功能障碍。日常生活中会有头晕、失眠、多梦、周身无力、腰酸背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心悸气短、头痛眼花、精神萎靡等等多种不同程序神经衰弱症状。另外，由于经常手淫的机械性强力刺激性器官，造成将来婚后房事时不射精或者早泄、阳痿等性功能障碍发生，影响性功能的发挥，以致性生活不和谐，给夫妻关系蒙上阴影，严重损害夫妻感情。由此可知，习惯性手淫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青少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手淫并非人生必须的生理现象，青少年千万不要因好奇而做这种尝试，避免染上这种不良的习惯而伤害身体。万一染上手淫的习惯，要尽早醒悟到手淫的危害，只要下定决心，相信能够克服消除的，除了父母多加关怀之外，青少年应自爱自律。消除手淫的方法，青少年要有远大的抱负，勤奋自立的进取精神，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学习、工作、体育运动、科技、文娱活动上，从中获得满足感和乐趣，这样可以逐渐减低和忘却手淫的习惯。为了达到戒除手淫的目的，应该尽量避免看诱发性冲动的色情书。至于色情画报、录影带是一种精神毒品，要坚决止滞，绝对不能踏足任何色情场所，杜绝引发性兴奋的刺激来源。不要穿紧身裤，裤子太紧太窄会增加对性器官的摩擦力，易引起性冲动。不抽烟不饮酒，因为过强的神经兴奋作用常诱发性冲动。二、
遗精、滑精的成因。遗精是指男性在无房事行为的时候发生射精的现象，遗精是在夜间睡梦状态，也称为梦遗。如果在清醒的时候发生射精的现象，称为滑精。滑精是一种严重的病态，应该及早认真医治，否则后患无穷，影响一生。遗精的成因。第一种，男孩在十二、三岁左右进入青春发育期，体内产生精液，当精液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时，便会通过遗精方式排出体外，即是上述所说的在睡梦中发生射精现象，每月正常的大约二次左右，直至结婚有正常的性生活，就没有遗精的现象。每次遗精之后，并没有明显的头晕、困倦的情况，这种遗精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紧张不安。第二种，男性到了青春发育期，本能地产生性欲，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性知识，有部分青少年不集中心思学习求上进，而把思想过分注意在性的问题，或者是与异性过于密切的接触，看了色情小说、画刊、录影带，或者染上了手淫的不良习惯，都会导致遗精次数频繁，有的三、四天一次，严重的一、二天一次。遗精之后身体非常疲倦，大脑皮层兴奋，造成夜间睡不着，而早晨起不了床，身体日渐消瘦，终日无精打采，胃口不佳，记忆力衰退，学习退步。第三种，睡裤太紧，冬天被子太厚、太重、太过暖和、腐睡等等使性器官受压迫、摩擦等刺激，容易导致遗精次数增加，父母应多加注意。第四种，由于体质虚弱，白天运动过度劳累，极度疲倦，造成全身各种器官的功能失调，也会引起遗精。第五种，当观看色情电影、录影带、小说、画报的时候，产生性亢奋，完全失去自控的能力，随时射出精液，中医学称为滑精，纯属病态，是肾亏最严重者，千万不可忽视。如果不及早根本治疗，任其拖延，时间久了，等到面容枯槁、油尽灯熄之时，即使华佗在世，也是回天乏术，无法挽救你宝贵的生命。所以奉劝患滑精的朋友，及早求医根治，同时必须杜绝一切色情的诱惑。三、房事过分多病重者丧命。夫妻如果房事过多，精液耗损，肾水枯干，肾源难以复原，日后就会腰酸背痛、早泄、阳痿、神经衰弱、肾衰等病症，重者丧命。尤其是在新婚期间，如果只顾一时之快感，是最易纵欲的。凭着青年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即使精液透支，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不以为意，但是暗中却似悄悄地埋下中年以后阳痿、早泄、神经衰弱的种子。从中医学的分析，人的血气运行于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一日行一经，六日行变六经。所以
凡外感最轻者，一般七天才痊愈。夫妻房事之时，心跳自汗，身热神迷，精液泄漏，一经之气血即伤，一经即伤，必须等待七日气血周转至此经之日，方才能够复原。如果未至七日，又再走泄精液，精气尚未能复原，是一伤而再伤，以致外感内伤亏损。长期如此，不知谨守七日复原的原理，日积月累而致百病俱起。新婚夫妻纵欲故事。彭先生念七岁结婚，妻子念一岁，生得身材苗条，皮肤白里透红，美丽动人，朋友们称羡不似，彭先生自然欣喜万分，心满意足。婚后感情亲密的形影不离。彭先生贪恋妻子的美色，沉沦于色欲，不知节制，结婚一年多，得了虚损症，身体瘦弱，食欲不振，久嗽不止，肩中痰里有血，夜冒冷汗，到医院求诊，服用西药，未见好转，身体日渐虚弱，常卧病于床。后来转求中医，医生诊断彭先生患了肾衰症，夫妻必须分房。有一天，妻子端着药来到他床前，心想自己的身体黑干瘦弱，像似枯木，与一年前比较仿如二人，不禁感慨叹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妻子见他暗气，便询问是何原因。彭先生叹了口气说，我的身体本来强壮，自从结婚后就逐渐消瘦，未知是否能够康复，所以伤心。古代养生家认为，精气神为人体之三宝，人若纵欲即精失，气散神离，因此保精养气摄神就是养生的三大法宝。彭先生服用中药和分房三个月后，病情略有好转，以为康复了，难忍三个月独床而睡的日子，恢复与妻子同床。一个月后，彭先生中因虚损过度，医治无效去世，终年念九岁。一对恩爱夫妻，不到二年而阴阳各处一方，令人惋惜不已。正如中医学所言，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由虚断欲一年，若以为复原而行房者，多半必死。彭先生死后不久，年轻美貌的妻子难守空房寂寞的日子，改嫁他人。至此，一场夫妻就像一台舞台剧，曲终人散。正是色刀欲剑斩凡夫，暗里催人骨肉枯，一旦深陷欲海中，并入高光悔恨池。成熟的青年男女从彼此相识，互相了解，倾慕交往，尊重关怀爱护，体贴对方的一切，从而决定结婚，共同创造和维护今后的幸福家庭，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所以人类的相爱是超乎于动物之上，无比丰富而高尚的情感。真正的夫妻绝不是单纯盲目的追求性欲的满足，而是相爱双方心灵的沟通和融洽，感情、性格、品德的契合，双方深切的了解对方，了解自己，长久相处，互诉心曲，互听心声，心心相印，融为一体，共同完成人生创造，
抚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这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结合，是真正成熟的爱情，方能够天长地久。如果仅仅是着重于性欲的满足，其结合是短暂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是因得不到性满足而分手，另一种是因无节制的纵欲，轻者多病，重者丧命。大家都知道，动物的求偶，有的完成性行为之后而性命告终。例如雄性黑蜘蛛交配完了就死去，有些动物生育后代一段时间协力抚养，但是一旦后代长成，原先的配偶也就各奔东西，各不相认。希望人类在科学昌明的现代，同时要提升夫妻间的高尚情操，既享受丰裕的物质，又保养健康的身体，使生活更美满。四、春药无形杀手。春药顾名思义是催情药物，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多少人死于此种风流药物。由于房事频密或其他原因导致阳痿不举，原本犹如敲响了警钟，按理应当节制和养息，然而反求助于春药，以求瞬间的快活。殊不知春药的亢奋刺激作用虽然迅速收到振奋的功效，只不过是破出体内残余的精液，尽量透支而已。服药后使人精神异常兴奋，血液沸腾，心跳加速，如痴似狂，经过极度的透支后，心力交瘁之下，自然一泻不止，昏倒床上，全身冰冷，往往令伴侣不知所措，因未能及时抢救而当场丧命。中药的春药药性多属温燥，极易助火结阴之弊端，所以切记不可随便服用。唐朝时候有位著名学者，文章之家可谓惊天动地，可惜晚年迷恋两位美妾，因房事过度而阳事不举，采用方士之言，服用方士炼制的春药助阳，于是不久命丧，强自终年56岁。祝方士江湖郎中炼丹之人。柳宗元的姐夫崔简官任连州太守，服用春药助阳，50岁丧命。汉成帝患阳痿，方士献上一种壮阳药丸，初时服用倒也管用，但是服量逐渐不断增加，方才有功效。直至有一晚服用七粒药丸，与赵飞燕之妹昭仪同房之时，笑声不绝，顿时精液流溢失禁，余精涌出，转瞬间即逝世。中国小说《金瓶梅》主角西门庆以好色见称，热衷于服用壮阳药物，淫纵无度，结果精尽寄之以血，死于非命，即是典型的例子。同样道理，激素类的壮阳西药也不可滥用。例如雄性荷尔蒙能增强性机能，但是有促使睾丸萎缩的副作用，长期食用不仅使性功能衰退，而且还会引起前列腺肥大、癌症化、降低肝功能等不良后果。现代人很多不知春药之危害，千方百计去购买催情春药，他们只是为了逞一时之英雄，以满足其英雄感，这种只求眼前快活，
不顾后果的人，其最终是会乐极生悲，断送了宝贵的生命。五、贪色嫖妓。许多人在饮宴酬酌之后，接着到风月场所寻欢作乐，成为一种夜生活的时尚和规律，其中不乏高官、富商和未婚青年，以为逢场作戏，无伤大雅，殊不知贪色、嫖妓的三大害：一、损德；二、伤害身体；三、破坏幸福家庭。西方著名的哲言，肾情欲乃肾最大的敌人。每逢饱暖思淫欲，面对美色诱惑的时刻，一个人的德性是优是劣，自然而然地现出原形，而暴露无遗。贤达德厚而有智慧之士，必然自爱自律，不仅远离美色的引诱，而且善言规劝亲友，勿蹈欲险。德薄而意志弱者，却视之为人生之至高享受，闯入销魂阵内，大好堂堂男子汉，竟然自我辱名丧德。凡是今生能享有富贵的人，乃是自身前世修善积德深厚，以及历代祖德福音的缘故，由是天地钟灵，山川毓秀，然后诞此家儿，长大后成为社会英才，国家栋梁。由此可知，修善积德祸福之艰难，今生之福得来殊不容易，绝非侥幸，应该倍加珍惜，并且再接再厉，更加发心行善，以保福德绵延不绝，福泽儿孙，方才是无愧于心，为后代树立榜样。正如明朝云谷禅师所说，淫商嫖妓酿成家庭惨剧故事。三十年代在上海英租界，黄坚成和江小姐均是大学高材生，毕业结婚之后齐心协力创办坚成贸易行，由于两人的英语和交际能力极佳，生意以英美客户为主，经过几年经营，跃居为上海著名大商行。生意发展顺利，妻子又诞下男孩，取名大卫，可谓双喜临门。为了照顾孩子，生意由坚成一人负责，以前商业上的应酬总是夫妻结伴同往，现在仅坚成一人去应酬，每当宴客之后余兴未尽，再陪伴客人到风月场所寻欢作乐，直至午夜后方才归家，渐渐地成为习惯。随着生意扩展，应酬更多，有时每周五六次之多，与妻儿共进晚餐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江氏贤淑善良，体谅丈夫为生意而奔忙，对于感情生活只有自我压抑克制。而大卫自幼缺乏父爱，与父亲交谈亲近的机会极少，母亲成为生命中唯一的亲人。由于累月经年的压抑导致郁结成疾，江氏日渐消瘦，失眠，食欲不振。奸臣朝出晚归，也未加以关心，而江氏恐怕丈夫担忧，从没有透露病情。直至极度虚弱，一次下楼之时，突然眼冒金星，昏晕滚落楼梯，送往医院抢救，未食四晚，因脑震荡去世，终年37岁。年仅16岁的大卫顿失朝夕相处的慈母，内心万分痛苦，无法适应孤独生活。虽然父亲较以前关心他和给予充裕的零用钱，
但是始终无法弥补心灵的创伤。尤其每逢周末，更感空虚。起初与同学去看电影，渐渐的去酒吧、夜总会等场所流连，消磨时间，而且学会抽烟、喝酒，再也不是以前勤学向上的好学生。这一切父亲全然不知。有一次周末，黄坚成与客户去夜总会，赫然看见大卫搂着舞女步向出租车，本想上前阻挠，但是又怕客人知道年轻的儿子竟然学会嫖妓，太没颜面，只好呆望着儿子乘车绝尘而去。深夜大卫回家，父亲在客厅等候已久，一见大卫就厉声直问道：“去哪儿回来？”稍带醉意的大卫回答说：“去你去的地方，把多年的怨气一股脑儿的发泄出来，然后头也不回，径自向睡房走去。”奸臣既羞又怒，自知自己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不配教训儿子，从此不敢再过问儿子，各自风流快活。二年后，大卫被传染中梅毒，父亲并不知道，由于羞愧不肯求医，一方面自暴自弃，感到人生无可留恋，终于病重去世，终年仅十八岁。黄坚成于二年之间失去妻儿，至此方才醒悟自己十几年来于商场和风月场所打滚，酿成家庭的惨剧，悔之莫及。自此意志消沉，再也无心经营生意。曾经在上海滩风云际会的殷商，从此销声匿迹。可见黄坚成二十年来沉醉于追求财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享乐犹如春梦，醒来之时一场空。所以希望社会名流青年学生洁身自爱，提高警觉，防患未然，应该醒悟到进入风月场所犹如足踏虎尾，沉浸于欲海如履春冰。更期望把将花费在风月场所的金钱和精力用于帮助社会的孤苦病残人士，造福人间，如此必然是凶消福聚，祥光普照大地，为自己种下毕生富贵之源，积儿孙万世无穷之福德，这是利人利己的善举，何乐而不为之？古人诗曰：粉帽花容过眼空，笑他狂蝶逐西东。真心住在冰湖里，透出祥光日映红。养生保命集序言，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序言：人生的享受用哲学方法去分析，本来皆是苦的，若能防避着苦不来临，就算是康乐了。人的身心若能常得康乐，自能却病延寿，再能得到地位、名誉、财富，平平安安地度过几十年，这便是幸福了。细看得到这样幸福的，世上能有几人？要追问为什么得到这几件事还这样困难，大多数是受了淫欲的害。好淫的人多病，容易衰老，不能长寿，这是显然得到的苦，因此丧失了地位，败坏了名誉，损失了财富，这是无形招来的苦。更影响到家庭不和，妻子离散，社会唾骂，怨仇生结，
为人走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再说到因果上，更觉可怕。佛经上说，造淫业的人，他得到的报应是妻女不贞，断子绝孙，死后要变畜生入地狱，百千万劫不易转生。所以佛教制戒，出家弟子第一就是戒淫。世俗公论也说万恶淫为首，可见淫欲这件事真是大祸根。它是多生习气积成的，不学自慧，古圣先贤、人世间的智者及那些明道的贤达，早就看出它的祸害，有的主张断除，有的主张节制，有的限定范围，善言劝说，无非希望人打破迷关，脱离痛苦，得到康乐。现在潮流变了，从追求物质享受渐渐趋向放纵淫欲，本来这件事不学自慧防止甚难的，反而大肆提倡，黄色书刊、杂志、小电影都充当着色情的宣传队，诱惑一般青年男女迷乱颠倒，造了多少伤风败俗的丑事，破产的、败家的、吃官司的、自杀的，安宁的社会变成了烧滚的油底。谁无家庭妻女？这样下去何堪设想？希望人人看了养生保命集之后发大觉悟，个个能得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励志如山，守身如玉，自己不犯邪淫，而且善言规劝有缘人，那么社会上的性病和孤寡势必日渐减少。若能发心广印养生保命集诗诵推广至各阶层，只要众志成城，重情义举，必能挽救社会风气。恳其海内外人人君子，大发救世之心，量力助印，普遍流通，造福儿孙与社群。利病难紧时，养生保命集再编序。日期2012年4月15日，来源网友上传，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再编序。人类与动物的区别，除了食色之外，人类有语言、文字，依靠语言、文字学习和继承祖先的文化、技能、道德，然后发扬光大，开创新的文化、技能。这就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人类一生不仅追求个人的美满生活，同时谋求全体人类的幸福，为后代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价值，最为最高壮丽的伟大使命。为了完成这项天赋的使命，必须具备健康的体格。印光大师说，世间人民十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死的占四分，间接而死的亦有四分。由此可知，贪色纵欲残害身体的祸害何其惨烈，无疑是慢性的自杀行为。养生保命集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早日脱离疾病、丧命、因果恶报的祸害，醒悟人类传宗接代的真谛，作为保命、健康之座右铭，既能享受天伦之乐，养育强健、俊秀可爱的儿女，又不致损害身体，夫妻双双健康长寿，相随相伴白头到老，成为真正的幸福人生。但愿素世具有善根、福德、因缘的贤达之士，有机缘获得，
养生保命集，并且细心阅读，犹如深入宝山。男士读后能够珍重自爱，女士读后自当善言规劝丈夫，以家庭健康事业为重，勿踏足风月场所。为人父母者读后应该关心子女如何正确对待性和爱，使儿女免受色情传播的诱惑，误入歧途。这样的家庭自然充满欢乐和温馨。倘若能够将这本善书推荐给亲朋好友，或者发大慈悲心捐款注印，广为流通，犹如挽救千千万万人的健康和宝贵生命，其功德遍及五大洲，无法衡量。农历2002年2月19日，观世音诞辰。中华道德学会编辑组警时，祝印光大师，民国初年德高望重的高僧，一生致力于印赠善书救世。著名的善书有《寿康宝鉴》《乐凡四训》等等多种善书。